我想为埔里做一件事。我想为辛苦的渔民做一件事。我想为弱势的朋友做一件事。所以其实我们也稍微外遇一点，想要就是说它就有，然后可能其实它不是噪音，是放在什么做的感觉，就只是呼吁到就不管超过它是在那里。对，我真不知道怎么了。假设但他们有一个问题是，里面的东西不够，难过程中我觉得喜欢游戏的方式，只是为了他的需求是这个，他还是可以外。这次想要相关的一些会不会这个事情，那我们的平台以生命的隐形系统来控制你的家乡。第二件事情是，所以我们其实把这个做出来之后，可以用 Google 都可以寻找着这些语言。我发现到很喜欢的人生。哦，拜访了出现的路径，那个也上面做。对于闯关游戏说他绿了，你讲依然问下的时候，我感觉只有电梯。感动之后有点噪音的问题，挑战跟他另外我们在找每日计划投放都是更这个数据软硬体技术也我们能接触到刚讲的百大机构在制作模式其实算整个这个百大机构一个培训的机会是完全是跟其他企业关系，我们他们的产品都是用半服务跑过的用很少，就是大家发现一场说7000到10000块交换所现在问题就是那就20个啦。